你好，我叫李刘永莹，是一位注册的心理学家。在这个活动里面，我是负责一个静观和情绪调息的工作坊。情绪对我们影响很大，特别负面情绪令到我们失去动力，不可以集中，情绪低落，甚至会影响身体。而静观是帮助我们更加有觉察我们的情绪状态，亦都明白到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影响，学习调息情绪和保持心境平静。我欢迎你参加我的工作坊，到时见啦。